会不会唱雪猫叫阿丽莎？也会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没有可以来，宝贝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呀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哎呀吓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好的，下一首，请出题。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。哦，子俊，来有，来学猫叫。哇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不会的事，他会抽到。哎，本来只有六分。哦，来，什么鬼卡？指定杀回去，杀回去，要报仇回去。看谁？你先看清楚，先看清楚，看看清楚，看清楚。本来就很少，没关系。你要找分数跟你很近的小布丁，他们一定不会杀你们，因为分数太烂就好了，只能选一组。先杀兰波老师。对啦，这样才对啦。哎，你杀我，就他们什么都没做，他们晋级啊。对，有可能从头到尾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会不会唱雪猫叫阿丽莎？也会啊，会。来来来来来，没有可以来，宝贝。我们一起学猫叫。有，好可爱，超厉害的。他本来说不要唱，一拿到麦克风就唱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嘉佩，好好栽培一下哦，这将来的成就一定比他爸爸厉害。不一定啊，你看你儿子成就也没比。哇，好厉害啦！下面一题，请出题，最后两题哦。雨天撑着的双人伞，路过最爱。家餐馆借一半的心。陈宇，陈宇，该不会？哦，哎，怎么了？定格了吗？来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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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答错。哦，好，来，姐姐有机会。来，姐姐，他丢了，他丢了。姐姐，兰坡，想起来了。是与我无关吗？恭喜答对。你卖火丢掉，好来，卖火丢掉，来啊来啊来，瓦力脑，好，减半减半，加油，减半减半，设计的规则啊，这么近，老铁去老铁去老铁去老铁啦，老铁不够强的啦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减半减半，减半减半，是不是每一张都是这个啊？没有，一三四，有五张有五张，看一下分数，我们要减，等一下。我担心到最后突然间小布丁晋级，相当有可能，对，有可能。隔壁的，隔壁的，隔壁的，这个不用讲了嘛，我们就只能砍他们而已了，一定的，对不对？快没得玩了，好，五点五分了，真的变小布丁最高，各位太无厘头，最后一题啊，关键最后一题，你们要晋级了哦，分数都有接近，这一题如果没有人。把小布丁跟丽琴阻止下，他们就会莫名晋级了。我们精神就已经叫好了，那就是莫名其妙被推上晋级的宝座。没错，最后题，请出题。我们可以，他用实力证明自己，不是靠幸运的。有什么在闹啊？我听懂了。你老公是歌手，是这个年代的歌手呢。哎，别闹人家，搞不好人家真有答案。对啊，好耳熟哦。赵永华，你唱一下，对对对，永华姐，跟你一样有酒窝的，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好了啦。三，五秒，四秒，五。三秒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没了。好，音乐继续，但是你们不能打了。哎呦，哎，好像有装解。拼哦，拼哦，好。求婚哦，肯定肯定，对，求婚，恭喜答对。